啊，即係如果擺咗10蚊美金，一個早餐一個晚飯，再加埋。1000蚊抵喎，1000蚊兩個人一日喎，即係500蚊一日啫喎。哦，包兩餐，即係當然有晚飯，你可以平，可以唔食佢都冇問題嘅。啊，你奢侈咗啦，已經。係啊，好奢侈㗎啦，已經。我未食過，不過都食過甜品。租車都遮幾錢？租車係嘛？反而租車貴喺度。租車100蚊一日啊，係嘛？唔係。要啊，100蚊歐羅一日。100蚊歐羅一日。係啊。你係800蚊歐羅嘅咋？880幾啊嘛，九日。我係咩都8蚊，係九日點啊得？都係貴㗎，有啲度租車貴。平時我哋租開都係600零蚊一日嘅啫嘛。60嘅貴啲係嘛？唔係啊，如果你租 Avis 咧，喺呢個 area 仲貴啲。即係我諗 in general 喺呢個 area 租車係貴。Monica 講佢話，如果你去北京地搭，去到烏克蘭啊 ，Ukraine 啊，要轉機，即係佢哋。點解我哋唔飛烏克蘭咧？貴啊嘛，危險啊嘛。有咩人飛烏克蘭㗎？啲好似撞機之後咩俾蘇聯打落嗰個客機之後，盡可能都唔飛烏克蘭上空嘅啲人。咁係經烏蘭機場啲税平過跟飛去頭先。